谁，将一战到底，带上新的后冠？谁，将顶住压力，握住命运的权杖？谁，将战至终章，传承东方的荣光？方寸之间，一场智慧之战即将开启，纵横博弈，一次梦幻的巅峰对决迫在眉睫。那我觉得每一次对抗赛都是不同的，我的目标就是认真的去下好每一盘棋。内心强大的居文君，善于在变革中抓住机会，在棋盘前释放强劲力量，他想让属于自己的时代继续。以前的比赛每一场棋其实都会是难忘的，但是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将会是我职业生涯当中最难忘的一场比赛。年轻的挑战者雷挺杰，运筹帷幄，寸土必争，他想展示青春所有的活力与渴望。他们是最好的队友，也是最强的对手，在64格黑白色的舞台上，用最优雅的姿态演绎无限精彩的可能。Lei Tingjie, the winner of the 2023